我是肉肉刘仁宇，今天呢，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，叫做我画你们猜。然后呢，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灵魂画手，所以说呢，猜不猜得到就是你们的缘分了，好吧？就是考验我们之间的默契的时候到了。我已经有主持人了。很简单哦，简笔画哦。给你们个提示吧，看出来了。好了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有点绝。哎，这太简单了，好吧，这个就。太生动形象了，你们想得到吗？其实尽管也是有一种很惟妙惟肖的感觉。想得到吗？如果想要得到这幅画的话，就请关注刘仁宇的海岸世界哦。我知道光是一幅画你们可能不想要，先让你们想要了吧。